我最近看上一批货，但是啊，它的量有点大。这货真是你朋友的吗？那么好的东西，他怎么会拿得到啊？我承认我这些年骗过不少人，但是我应该没有骗过你吧？啊？就你们两个啊，老地方见。我不想在这里待太久，你知道的。既然骂家都死了嘛。 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吧。这货不知道那批货是谁的。那我现在请问你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货主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手头有你买的物件。货在哪？在那里。我根本都不爱。恁爸爱的，只有钱。算是黑呀！没办法。 早知货主逼我的，所以今晚一起去讲回是吧？阿妹，对，你赶快把货还给我，不然的话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我不想再耗下去。等我一下，叮当啊，你也休假就买空哦。今天晚上就离开这里。